芝麻棍，天下芝麻棍，天下芝麻棍，天下芝麻棍，但姓李的武小子，忙得噔噔噔，忙得噔噔噔噔。我要去告他，我要去告他，我要去告他，去告他，去告他。一条路要不补的，哎，当上了云贵老爷，我还是这副样子，真当没有办法。天哪，老爷真有趣，哪有得起千官许？当官总要有本相，我这副样，云贵当奴才就无。是我糊涂，我也清楚。是我清楚，我糊涂。难得糊涂，很难得啦。只要绍兴就有。调班子，调班子，拿不到夫妻真当好。我是喜欢吃这人家。哎，这个这个。哎，哎，好好好。到了，元正要到的，我要到城里头去的。新上任了，高子总要有是个，有是不？哎，老爷，我老多想玩弄班子，侬不开口，我不开我。老爷，上上灯，来，我来，我来。调班子，到了。好好。哎，老来子，老来子，哎，侬啊，快把伊拢去问一问，到了城里像啥个样子？夫人啊，我本来就是个富样子，问问伊裳没有关系个。侬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呀。好的，哎，把老爷的衣裳从箱子里抖出来。哟，真早来了，你晚这么早呢？这红颜款是个人晚上多啊？那个他，我不注意买错个。
袁官老爷要是看到噶多人来迎接伊，开都开心死哉。那么你呀，只晓得拍毛片。到辰光搿边开销，我看侬哪个办？哎行，搿侬放心哈子。世上当官千千万，红尘怕我再娘的你。年老大王养活你，老爷一定很开心。哎呦，孙老板，码头高头敲锣打鼓的，哪个也干热闹？夫人，一定是你的眼光老爷子。啊，这么细的，以老酒为月薪嘞！哎呀，老爷，老爷，快醒醒，快醒醒，孙码头到的。呀，大人。再打一杯啊，哈哥，打，打。哎呀，不是倒老酒，什么都倒在。啊。叫沈德清，这个名字蛮好听，沈德清，听着是名字不沈，只有沈德清。哎呀，老爷，饺子早已备好，就放了上头了。啊！五老乡亲们，大哥好，大哥好。喂，喉咙不可干下，对五老乡亲了。态度一定要好。大家娘，娘，我要请袁贵老爷。袁贵老爷，走错，袁贵老爷，能走错，我要见老爷。老太婆，我要见老爷，能走错，我要告状，我要告状。杜老爷，老太太，杜老爷，请老爷为您来做家。老身有苦诉衷啊，亲老太太，你有我慢慢叫讲。老太婆，路高上到衙门里去告，来路高上想说样子了啊！没，只要有冤，随便说地方都好告；只要有恩，随便说地方都好伸。来呀，龙官这把老太太说了来我。好不，老爷，那几位不信任你。放心，夫人。谁不放心？我就在肚里心里呀。确实认得我的亲，老太太既然有冤情，我立即帮她来申啊申亲。阿信，我先送夫人为我妹，我这里莫得罪。
老爷不走我，我们又破了个。可老爷早点来就好了。好，这次来的，好棒，好棒，好棒，好。哎，老爷，那坐，那坐。哎，董老爷，去坐，请侬喝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大家安静，现在开始审答。哦，来来来，走吧，走吧，走吧。好，来。哎，老太婆，话不快快跪下。免了。免了，老太太，你家多个年纪，坐落来我。哎，哎呀，老爷叫侬坐嘛，侬就坐啊。哎，担子倒起，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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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住在前面五个庄，你要长高少人啊？我要长高两个儿子，长高两个儿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你为什要高两个儿子？莫非不是亲生啊？为老爷我。这两个儿子都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哦，那么那两个儿子为了少个财呢，是杀人放火、拦路抢劫，或是奸淫妇女、偷盗拐骗啊？不不不不，老爷，我的两个儿子胆子肉大多。就是良心不好，良心不好，这良心哪个不好？喏，慢慢叫个讲来给我听听咯。老爷，两个儿子我亲生啊，丈夫早年你归呀。我黑心虚苦把两个儿子养成啊谁虚心子呀两个修来讨地青春将我年迈个老娘进城南门我留好两个小畜生啊，讨尽媳妇忘记娘，老大娘，老爷我为了把礼聘。来呀，来，把我俩小畜生去饿的来。是，走。老太太，你走。哎，这样的儿子世上少有过。老太太太可怜的。哎，你看，你看。您哭了的，走开走开走开，哎，娘开娘开娘开，哎，我刚说个嘴了，那个好随便做人呢，我有你文法，走走，兵老爷，人已经打到，直说，审答，哦，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吴七金，我叫吴老金，哼，过去的正好十三，两个十三点了。头脑发昏，考试怎样？不晓得，不晓得。哎，董老爷，老爷，跟俺们来说个贼了。啊，不晓得来说个贼啊？这个老太太，那认不认得？说人，说人了。哦，哦，是伊啊，当然认得喽。认得，又哪个他？休得无礼！他是你们什么人？是我们的老娘。
记得个老娘为说不肯收养一老人家，为把一滚出家门。讲哎呀，冤枉啊，老爷！不是我不肯养娘，而是伊不肯养娘啊！哎呀，老爷，不是我啊，是侬啊！哎，是侬不肯养，也是侬。别吵，一个一个讲。来，你先讲。是，大老爷，我不养娘是有道理的。呸！不养娘没有道理，天底下有各种道理。来呀！好，拿了去先打二的大板。不，大老爷，我错在不是有道理，是有原因哦。啊，不养娘有原因的。来，讲来，让我听听。哎呀，大老爷，侬是明进高院明出去哦，也不用我多在，只要侬看看阿娘，就有事在。啥意思啦？大老爷，侬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俺两个像不像啦？哎，相貌倒有些像个，像双胞胎，错大不多大。大老爷眼睛真亮，一看就晓得俺是双胞胎，相貌相像。那么这个个子呢？一个稍微高瘦，一个稍微矮瘦。块头呢？块头，一个稍微胖瘦，一个稍微瘦瘦。侬晓得搿是为啥事？跟我那个有数呢，大老爷。我俩同是一胎生，一七斤的我六斤，生出来的不拉公呀丁。啊，相貌不像搭在一起，为啥高头不像为个称？你长得像鸟子，我瘦得像我孙，明白的阿娘有偏心，还要我养娘，我不偏心。大老爷，哎，伊来了五十八道啊，侬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啊。阿娘偏心偏多情。让我们还要和我领个亲，做娘做母我去亲，好去好亲归路亲，想来去亏是我老多，将我养娘不公平。我越听越糊涂在了，那两年太三太四多娘有偏心。哎，老太太，这到底是哪个装死气了？多呀，冤枉啊！你家那说话总要凭良心啊！娘对你们是一样亲，两个苦瓜一根藤，娘将心血都熬尽。高血精力的咱眼睛刚害了我，你叫我怕天当雷天遭报来，拉我去总当儿子，不要生气，亲亲。是，走。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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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不知错啊？哎呦，我们晓得错的。哥们，老娘到底像不像啊？我们呀，我们呀，我们呀，真当两个闲过头了，当两天就舒服的呀。七斤六斤呢，听了，老爷我要喷的。青阳西下鸟归林，老衙外里回家衙门，不晓得银子是不是得亲，会不会去救物是乱疼啊亲，我的心世上有怕只怕一人留下小我病，是为国夫人我为来的，今朝怎么来郎中，恩子生得娇贵个亲，在场百姓都说好是我为民分恩卖公啊真，夫人啊，我九代徒弟是在心，你放宽心来放宽心。恩子了解的呀，小菜一碟。哪个朋友刚帮我听听？长子未到，七斤两两；次子六斤，后担一本，所有的费用都过平摊。老太太生活有财路财。你脑子为噶清爽啊？不相信啊？不相信吗？问阿旺好的，阿旺来、哎、来来来来，这来这来这。哎呦，这该死的混棍，开口就是儿子大伯。屁股坐垫当然了，痛死我这。好的好的，当几只鞭子不要紧个。哎呦，只要不养老太婆就好。侬不要吃了灯草，杀了青草，侬也当过鞭子，当然不晓得了。侬那个爷叔，我也当过鞭子啦。啊，侬也当过我们的鞭子啊？我们的鞭子我当年当过，小辰光。爹娘的鞭子我当过过，我做侬不一样，我小辰光再调皮，我娘啊不打我哦。难怪那个娇气，都是那娘从小把侬宠坏个。再讲屁股高头三个都是肉，当几记牛力气个。哎呀，我屁股上哪有噶许多肉，全是骨头，硬子弄弄扛着。我想买点好吃的东西，都发给我妈。哎妈，我是为了旁边老太婆，破衣来要动地，才管得特别紧。什么好的？老太婆怕不吃惊羊。哦妈，想吃烧东西，那尽管我。哎，彩花，尽管我记得我了，费了多少口舌，总算把老太婆包袱赶出去啊！怕不吃惊羊，我啊。每月出点铜钱就好了。少西啊，我要我出银子，出多少？一锅一本，平均分摊。能答应呢？袁官老爷判我，我敢不答应啊？哎呀，侬个孽子啊！侬答应侬办，我这一分都不拨个。哎呦，为啥？老太婆不恩阿娘，这不是蛮格算的。啊，侬还格算嘞？我吃大亏的，你以为我得那我老是的养鸡，明白起会是不知情。
老太婆的开销我出七斤都半分，我吃多少亏了？你懂，万一七斤讲今朝吃火腿，明朝吃老鹅，侬哪去得半分啊？再说回个道，老太婆还能做事有个劲，现在是通通讲起斤，那屋里一岁都讲不要紧。哎，搿倒你也想到，你想到的是几万多嘞？跟老太婆吃的那个少，做的那个多，一年那个倒呀少，做子来养鸡喂子，洗衣包银扫地抹砖，关门点灯，扛包拉拉高楼三门一条裤子，通通都会这个老佣人。我跟那个眼落金，十大个账目都算不灵清。哎呦，哎呦，姐夫，我们已经不能再做那个班了。明早，我去请袁官老爷去。早已作说。二姨把恩子重判，把老太婆判给俺来养。说是啊，要袁老爷重新改判，根本是二姨自抗自个包装嘛，我看不可能哦。有啥不可能？有大事，我们不是早暖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要多花银子，没有办不成的事。搿好，搿听侬个，嗨，好帮我上一节。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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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理，哎，就是个理。老母啊，辰光还早，俺还是到前门去看看。你去，俺这里是后门哦，哪个好么到前门去？哎呀，我肚皮饿死的。哎呦，哎，进进进进，哎，给他拿到这里边去。行的。哎，等等我呀！我看我看，人家来的比俺还早，银子送进去，事情办好都出来的。哎，门关呐，敲门。哎呀，烤香锁。哪听说你呀？俺要见见老爷。老爷出去呢。啊，小妹妹，求你帮帮忙，进去通报一声，俺有要紧的事。哎，对对对，俺有要紧事体。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夫人在。啊，夫人阿姨呀，夫人阿姨呀。哎，对对对，俺要见见夫人，麻烦你通报一声。丫头，少人啊。跟少人讲我，夫人。这两个人有事就见老爷，哪想老爷有啥个事体？俺想见老爷帮帮忙。帮忙？帮啥个忙？啊，夫人。特地来拜见袁大人，一点玻璃表表心意。素不相识两个人，为何今朝来送俺人？我不能无缘无故来这下的老爷路过，我命为个等。两位呀，老爷刚刚出门去，有事情明天请到云衙门。丫头，关门。哎，万劫。想不到你面孔贴狼屁股，早晓得这样，还不是请七斤商量商量啊！少吃你，七斤比你聪明，你的便宜不能准。哎呀，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保证将他学得顿顿准，叫他乖乖把老太婆交给我。哼，别我个比唱个还好听。要是七斤岂不肯呢？我就是抢，也把他抢回来。我先走。嗯。
情况不早的，好去付钱烧饭的。哎，个娘已经付了半年衣裳了，侬就不好动手烧一烧？呸！还要我来服侍伊啊？伊吃我的，催我的，不叫伊做，叫啥人做啊？跟我不是这个意思。搿么是啥意思啊？就烧太慢也不可以啊？叫我做啊？侬啥意思啦？我就不来做。哼，要享福啊，那别出去享。叫我来做，真是的，老太婆。啊，各种衣裳算洗过了呀、啊？哎呀，哎呀，你没有洗过都往脏吗？大伙家都年纪了，哎呀，不念做就得失，不要贵州这么快。哎呀，侬可是作数了，哎呦，我们好好讲啊。什么好好讲啦？拿起东西洗过。哎呀，侬啊，不要太过分。啊，什么过分啦？我啥做错了？侬少我两天。侬啥好说说的？不要吵的，是我不好，我再洗洗锅。哎呀，侬对娘好意思，好不好了？把话讲明白。我自家的娘都照顾不好，老太婆啊，我是不来服侍伊的。哎呀，可是袁老爷盼我来的，哎，跟我有啥办法了？只好把娘再赶出去了。好，你是侬娘，侬养她，我走。哎，哪里去啊？哎，老婆，哪里去啊？为娘哥。哎，有事情嘛，好好说讲。哎呀，来，我回去。哎呀，我回去。哎呀，好。阿哥，阿叔啊。这那是两个人干亲家，亲家，侬做得干？罗琴，侬来做说。阿哥，我有事体一定要同侬商量一下。说事情啊？哎呀，阿哥。一别想不起个两阿哥呀心。故事人了个总归是只有一个老娘亲啊，因他要一把娘陪着你，你家中不一个人。既然那个屋里有难处，兄弟离开来帮俺催，何里寻来这娘亲？我来养娘，请小心。侬不得搞梦话吧？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同不同意啊？罗金啊，侬不要拿我们心开心哦。哎呀，我去了干元去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我当真，一言为定。侬不反悔？要反悔，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我要信你啊！快走！哎，对，走了来，走了来我，哎，走了来我。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来，请坐。好好好，哎，哎，哎，啊，罗青，我知道我。这么哎呀，这么娘，我娘就会弄的。啊，别别回我，不敢回我。哎，好好好，娘，娘，娘，我同罗青商量好的，侬啊。跟阿弟一样的，嗯，哎，为嫂，哎呀，你要为嫂，跟我回去吧，娘，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哎，老太婆终身醉了，七姐，安排烧好的，哎呀，拿好吃的，哎呀，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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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当，这个老佣人到哪地方去寻啊？侬快去把伊再回来。哎呀，老
今个出山竟然骗到我的脸上来的，我去追。快去，快去呀！说得对，大彩礼为大娘生我可爱人，思想不穿不得变。相见罗金呀，娘是袁老爷派进我养的，哎，还是我来养啊！来来来，娘跟我一起、刚刚不是我好的吗？侬那个做反面就对、我改变主意的。啊，慢，坐坐。侬说我不算数，侬是人还畜生？畜生！侬骂我畜生？侬是畜生呢？哎呦，哎呦，啊！侬打你？哎，打侬。侬敢打我？侬还畜生？哎呦！远国老爷在此，还不跪下！哎呦，左老爷，小人不知，请左老爷原谅。哦，原来一人两个宝贝啊，屁股里当的二十大板还不够啊，大家高头当家闹事，屁股一发痒的。小人不管。左老爷。侬来得真好，刚才这里差点要打出人命来的。老太太，这是哪个桩事体了？爷老兄弟俩平日不肯养娘，今朝抢着要养娘。唉，我也不晓得爷今朝又在玩啥花样。哎，这倒有些蹊跷。来呀，走，把这两个人带回衙门去。走。走！老太太，你先回去，不要担心，我会弄清楚的。哦，想不通了，本来不肯养，现在么抢着要养娘，想不通。哎，老爷回来的呀？回来的。一路辛苦，丫头，快去老家汤面，吩咐主王开饭。哎，夫人，今朝我帮着桩瓜事了。前两天碰个恩子，我今朝一边挂在了。难怪你愁眉苦脸，连老亲也不想去。这两兄弟以前嘛不肯养娘，今朝嘛大张出手抢着要养娘。夫人，那我奇怪不奇怪？哎，我想起一桩事体来着。今朝一出门，有个叫陆金的两夫妻找上门来，要么帮忙把老娘判给伊养，还送了银子。啊，你收了来着？老爷，搿侬小看我的，到我搿里来开后门呀，谁也晓得。哈哈哈哈，搿才叫我的好夫人。吃辣椒去，我饭好不好？我饭。好。啊，这老苦哦，这是何必呢？七星啊，俺不要再吵了。
这样下去那两个人都要吃亏了。帅哥，争来争去到头来那一时是好事都没有了。哎，那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哎，我还是这个想过。阿哥，阿姐，怎么样？跟北方的比到好不好啊？哎呦，哎呦，多老爷，今天侬放俺出去，放俺出去，放他出去可以，不过。为啥要真娘当家老老实实跟我讲讲清楚。哎呀老爷，俺阿哥们忙子小，你也办法照顾俺娘，所以嘛还是我来照顾比较妥当。哦，真是这样吗？这有许家侬再当我二大伯。嗯，七金，真是这样吗？是真哥，真哥，原来我的好事嘛，各位说我要当家。哎呀，都老爷，老娘是侬搬进我娘，我不能不养啊。哎，若清要来娘，我当然不答应了，所以这个就打拢来噻。可是个我起来，还是我错怪哪的嘞？哪里？哪应该关心到老爷？你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二十大板，铭记心肠，知错就改，孝敬老娘。好的，站在我面前嬉皮笑脸，哪个孝敬法，我不好听听。一家一个月，轮流养老娘。哎，这个主意倒不错啊，一家养一个月，公平合理。跟在文学堂玩一嘛？可以可以可以。阿星，哎，文房四宝到的嘞。是。哎呦，个混混啊，乌冬混啊，个丸子我端在大屋里乌冬哦。哎呀，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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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啦！啥个事体啦，大惊小怪？侬碰个恩子啊，出事情的啦！恩子。哪里个恩子？就那个倒库里老太太的恩子啦。两个儿子不是愿意一家一个月养一个吗？哎，是这样，恩子跑了几个月来，家上百姓议论纷纷，都骂侬。骂我？骂我啥事？骂侬是糊涂官，混官呀。啊？糊涂官了混官，不可能的。那你想呢？在我早库里的恩子，我碰到不好的时候，伊老早来寻我的，不是恩恩淡淡，你要来寻我吗？老爷，听家高的议论，早库里离家出走，人影不见，生死不明，怎么会来找你呢？
下芝麻官，天下芝麻官，天下芝麻官，天下芝麻官，百姓里一无小芝麻，什么人人知？哎呀妈，人人知。芝麻官，样样都要管，样样都要管。芝麻官，天下芝麻官，百姓里一无小芝麻官，芝麻官忙。